秋天，天气总是忽冷忽热，人类很容易心烦意乱。刚好，植物愿意传授深呼吸的技巧，对抗闷热天气，人类总算有办法了。像植物一样深呼吸。冬天，人类是不想出门的，毕竟面对风雪，谁都没有做好准备。刚好，动物愿意传授外出的保暖技巧。出门去玩吧，再冷也不怕了。像动物一样暖融融。冬天的夜晚好冷，睡觉的时候被窝总是冰冰凉。刚好，动物愿意传授冬眠的保暖技巧。这下，小熊有了甜甜的蜂蜜，人类也有了甜甜的梦。晚安。像动物一样暖融融，娇嫩融融家居服。